手上依家呢一部咧就係咧華為嘅 Mate 20 X 啦。咁你見到咧佢就真係好大個模啦，因為有 7.2 寸，你睇下互聯網擺埋佢，都我大半塊面咁高啊嚇。咁啊，咁啊一樣啦，你見到都係有有個三鏡頭嘅呢個正方形嘅組合喺後面啦。咁啊，下面就有呢、這個指紋嘅感應器啦。咁而佢個 mon 前面咧就用咗個水滴型嘅大 mon 啦。咁而亦都有好大容量嘅5000mAh 電池嘅。咁最緊要就係咧，佢係可以咧加埋一個呢個 joystick 咧，咁就可以咧拍埋落去咧，就好似打遊戲機咁樣啦。咁就頭先喺 keynote 聽過啦，就話可以佢就係攞 speech 嚟到做比較添。咁我哋再睇下佢有咩 feature 好冇？點樣打機啦，同埋。這款是華為最新發布的Mate 20X， 它是有 Kirin 980的那个 chip AR chipset， 然后是三个徕卡相机在后面，40的 RGB， 然后20的 wide angle lens， 还有个8的 telephoto， 它的 screen size 是 7.2 英寸的，电池容量非常大，500毫安。它会匹配那个华为 Mate Pen， 也是华为的新品。Front-facing camera， 这个是叫 Vertical， 有个 front-facing camera。So 现在呢，这是一个专门为华为 Mate 20系列设计的controller， 它的主要是 plug and play， so 你不需要有什么 special setting， 你可以直接摁上去，然后它就会出来一个提示，你要不要 connect， 然后我们点 connecting。左右的移动，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屏幕来移动，然后手柄来移动。然后这个是挪动上下左右，也是你可以用同时用手柄和屏幕一起操作。这个就是 Mate 20X 了。这个是 interesante， déjame ver la tipo de cámara como es